对啊，就很开心，没有想过自己说前面拿几次冠军啊。对啊，所以就心态就是一直告诉自己啊，来这边一定要拿总冠军这样。感动的啊，队友都很努力这样。队上也蛮多第一次打总冠军赛的学弟。我觉得很棒啊，而且他们第一年这样打就可以打出这个成绩，我是大家还在保持住，对啊，就是想办法每一年都要拿总冠军。像是哪几位学弟，你觉得他真的很不错？都蛮多啦，像小高他们都还蛮努力的、啊，然后余柱、东华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努力，还有阿坤，对啊。这过程中你有跟他们说些什么吗？也没有说什么，就是激励他们吧，就是帮他们加油这样子，大家都互相的。从三胜修变安打之后，然后一路上半季有点点被质疑，然后到现在，就很爽啊，感觉逆转人生的感觉。